的第四场，然后呢，那一次，比出来的比我刚刚抛出来是妙力下坡的。下去？为什么缺一个？没有啊，就你下去啊。他不是第一个中间的。没有，我是说中间的，我不能下去啊。那还可以下去，我不行啊。你这个 IG 会不会被编排啊？谁的 IED 那么脏啊？好，我们第一轮第四场的比赛开始了。基于很明显的理由，我们这一场应该是不会提到选手的 ID。大家你就看看就好，看看就好。比赛一样开心为主啊。我在那个弯道上面做出了一个彼此的交换，我接着两个小弯调稍微路线取得不太好，可以换下来了。陈亮平在那边也是再次做一个交换，秒冲石油王啊，现在占据第一名的位置，但是才刚讲完就被换了下来。弯道取了一个很好的路线，跟两台车稍微做了一个交锋，但是没有改变。我还有差不多一半赛道的距离，差不多是3.7公里。好，稍微提醒一下，在第二跟三四名的距离稍微有一点拉开了，但是前面。争斗的非常的激烈，就没有机会从后面追过来。有，对，后方啊，后方真的很开心的哦。秒钟只有我跑得非常的前面啊。来了30公尺，我们还剩下了1.6公里的距离。第二名再次做到了一个交换，我们一样又是看到前面同样的两位选手在前面做交锋，第三名紧追在后，但是这个弯道还没机会。我们剩下最后的0.7公里。没有弯道了，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大弯，有没有？终于在这边结束。由我们两位选手拿下。ID 我们就不详述。ID 我们不详述。几号？等一下可能也会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形。8号。我们等一下可能会遇到一模一样的情形，不过先恭喜两位选手获得八号跟第二名。这是我们上一场的。